下一对登场的组合刘同和葛全硕。 交换身位，第二个图案舞。 同步捻转步。 直线托举。 对角线步。 刘同和葛全硕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出色的，两位选手一登场，整体的速度就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，包括他们整个用刃的深度。 开场的图案舞的部分，我们来看到男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，他的整个发力动作比较小，但是蹬出去能够滑很远，而且用刃比较深。
直线托举，他们两个人做动作就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。 今年原本是有一站青年组分站赛的比赛，但是因为伤病的影响错过了，所以今天也在为竞争冬青奥的名额而努力。 进入分33.40，节目得分22.15，55.55分，暂列。